近段时间呢，香港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个别境外的这个媒体啊，戴着有色的眼镜啊，来看待国际舆论场上有良知的网民和媒体啊发出的正义的声音。我们看到啊，在这些账号被封禁的同时，大量抹黑香港警察，歪曲事实的谣言信息却在啊这些社交平台上大行其道啊。我想大家都能看出什么是双重标准啊，什么是是非不分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